嘿，我芊芊呐，爱记起赞、搁起订阅，先刷介绍给你所有的朋友哦。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帅芊芊，来到久违的 ASMR 了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吃肯德基的新品。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大阪烧欢聚同乐餐，它有大阪烧、五谷大口脆鸡两份，然后这里有炸鸡四块跟享乐星球拼盘，然后我另外加点了一盘蛋挞。先来吃这个大阪烧炸鸡，它这个上面有两种酱，美乃滋，然后大阪烧酱，然后海苔粉，还有柴鱼，而且它这一次是无骨的哟。吃起来咸咸甜甜的，还有一点点芥末辣辣的感觉，好吃。皮超脆，肉超嫩，再来是这个饭。它这个是日式的香松饭团，所以我刚咬到芝麻的时候，你们有听到吧唧声吗？它吃起来的味道很香，而且在咀嚼过程中，那个香松的本身那个咸咸的味道一直散发出来。再配上美乃滋，饭就是要配美乃滋。太香了，结果肚子一直叫。
这个很好吃。板烧五谷炊鸡还有另外一个吃法，自备海苔。海苔、大板烧五谷、大锅炊鸡、握寿司。这香松饭怎么这么好吃啊？它的麻糬很软呢。最后一个，我们就用蛋挞来干杯吧，敲。吃完了。今天是吃大阪烧玩具同乐餐，跟大阪烧五谷大锅炊鸡跟日式香松饭团，非常好吃，请大家一定要去试试看。大阪烧酱跟美乃滋，再搭配上海苔海粉跟柴鱼、哦、你看到了吗？我个人其实也很喜欢肯德基在卖的花生熔岩堡跟椒麻炊鸡，有够好吃，请大家一定要去试试看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，既然今天是录 ASMR，
不如我就来唱首歌吧。我很急，他的马蹄很软呢、欸，一直都没有讲话，这声音就会变得